被封为公屋港姐的2010年港姐冠军陈晴欣和彩丰行老板杨振月不经不觉已经拍拖四年，上年更一度传出婚讯，不过多次被追问之后他都力排否认。然而身家亿亿升的杨振远对女友依然宠爱有加，而且出手阔绰，两人的爱巢位于九套山，有传月租超过10万。这一位准亿元阔太不单止住得好，出入还有司机揸7人车接载，尽显富贵身份。不过他因为好少揸车，所以技术退步。日前在网上群组，有车主就贴出几条大埔街道的片段，在这个车主的行车记录仪器中可以见到陈晴欣驾驶的红色名贵房车，打算拍一个简单的 S 位，但是足足花了2分钟都还未拍好，最终后面的车主好心将车退后，让出更大的空间，他才可以顺利拍好车。